现在在休息。我觉得这片堆这石头的呀，都是到这儿走不动了，开始堆了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我也快走不动了，但是还在啊，高山爬楼梯真的是还是挺累的。这一片好壮观啊，这边竟然有大到可以拴经幡的。经过这个长途跋涉啊，徒步行走，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米堆冰川。这个冰川呢，它现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平面啊，大概有3800米，就是这个湖面的高度。这湖是哪来的？这湖是在这个冰川融雪期的时候啊，形成的堰塞湖。所以这个地方是3800多，但是它的这个主峰啊，有6300多米高。啊，到这边就是穿的。厚了觉得热，脱了觉得冷，这个天气也是其实怪怪的。看看 GoPro 的效果吧。其实这个 GoPro 这个调色彩，我把它调成手动模式之后啊，色彩也是好，只是照人有点奇怪。冰湖冰川在我们背后，原本以为是可以走到这个冰川上面去的，但是它这边是景区建成之后啊，不允许进去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吧。在这拍照，那我就拍景。这个米堆冰川，看那上边反光，就不戴太阳镜看的眼睛疼。看这冰川融的水，流到山下边去了。哎，怎么跑这带路跑了个小泰迪？你好。应该这水很冰了，冰凉刺骨。这肯定比我们那天接的往车里灌的那些水干净。这个小牛太小了，感觉都没有我们那儿的羊大。这是个小牛，哎呀，还在吃草。这是他们是一家人吗？我们现在在返回的途中，去的时候有上有下，那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上有下的。唉，其实还走着挺累的，在这地方真的不太适合走路。爬山爬累了，下来这儿有烤牦牛肉串，烧烤嘛一定不能错过。老板在给我找钱。我们现在要回去了，还是坐这个观光车。这个敞篷车风太大，必须得戴上帽子。对，敞篷有点太大。其实走半路的风景最好的，就是刚还没有到那观景平台的时候。那到了观景平台之后，效果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好。就大家酌情来考虑要不要来这个地方。看这个，麋鹿。眼镜你戴着吧。你爸给你买的。我带去，我现在这个爸给你买的小铃铛。右左那个，哎，带右左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以后你就是没有自由了，你走哪儿都想。好，再次出发。天气又好起来了，太阳大太阳又晴了。哇，这边太美了。有雪，有树，这座山也好高啊，感觉。看前面这座山。啊，对，这个雪山，然后还绿的。对。现在我们是在往林芝的方向走，旁边一路沿的这个江叫什么江来着？叫什么藏布江啊？对，帕隆藏布江。哦，帕隆藏布江。对。然后之后应该会和雅鲁藏布江汇合。这儿又塌了。前方请拐弯道，请减速慢行，请沿3180道继续行驶1.2公里。到了一个检查站，这个检查站是乘客要下车，司机直接开过去窗口登记。涉水路段，
哇，我得先让他过吧，应该没事儿，这下边应该还是路，路基。哇，这就是雪山融水。哇，这儿有点不太好啊，全坑。慢点。走了一路没有过这样的风景，这个不像西藏呀。两边的路，两边的树，那边有一个白塔，雪山下。我给你找一个旅行线路了，就是318线。对，这一路上可以旅拍，房车旅拍。这个估计彻底死了吧？太美了，这里。骑行的，哎，这个他骑得快。因为是下坡。到达波密县藏王故里。波密县呢，我们不打算在这边停留，直接穿城而过，很快就到林芝了。进入波密县，这个波密县整个都在建设。慢点开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药店。哦，他要买药啊，买眼药，他这两天眼睛有问题。好，到了。这边就比较好看了，它是建筑，它是可能是要现在要统一风格吧，都是统一这种彩色风格。你看，这边都在修。外面太阳照得这么晃眼，然后在下雨，一直在下雨。我们刚从波密那边出来，波密市区有点堵，但出来波密市之后呢，有限速。它这边是区间测速，所以就是尽量慢点跑。前面这个路挡啊，只有这一段挡了，让一下。还以为要封路了呢，让你涉水。这还是个帐篷营地。要消毒呢，然后经过这个消毒池。先让他给我看看水多少。哇，这边水还挺深的，我。咱们这个车能过去吗？必须得过了。哇，过来了，挺深。这过这种水啊，它如果比你排气管高的，千万不能撤油，一撤油一吸气，一停就熄火了。这个驻车地好棒呀，在湖边，每天都有惊喜，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地方，还建设得很整齐干净，这一路上来都是那种没建设的地方，这个还挺好的。哎呀，我喜欢这个地方。你呢？我也是。这么应付的说了一句。对呀、啊，他难道能说不喜欢吗？这儿风景美呆了，帕隆藏普，这条河的名字叫。然后这是一个叫什么汽车营地吧，应该是。但是他这边有房间，可以如果想住房间可以住房间的。其实我们的车就停到那边，下边呢还有一些可以坐的地方。哎，他这儿晚上还会有篝火吗？下去看看。我是直接上来了。你看他这排还有一排可以坐在，一层是休闲，是私人需要消费。哦，这边是需要消费才能坐的。来这家吃，问 WiFi。吃饭。坐外边吧，行。坐外边也行。哎，怎么样？牦牛肉好吃吗？还行，好吃。非常呢。非常比牛肉好吃。空心菜可以，毕竟在这边吃蔬菜确实有点。走。对，走了，吃完了，把那个拿着。哎，你好嘞。哈哈。嗯，两人顺喝了。
回到营地，营地现在这边还在播音乐，就有点吵，但等会儿直播可能会影响。回到车边，这边还在直播，我们现在正在看小姐姐们跳舞。